嘉欣你好，系大家记者朋友都见到啦，好似好风骚咁啊，系咪即系有开心事可以同大家宣布？因为即系早排都俾人影到同啊，系啦，好似拍拖喎，以前系讲起风骚嘅话，我就日日都咁风骚嘅，系不过最近拍拖啦。嗯，系几时嘅事啊？其实都半年咁样咯，咁上下都系啱啱先，系啊，啱啱谈恋爱。嗯。是不是本身冇想過咁快公開？其實冇嘅，我每次拍拖都冇特登收收埋埋嘅，即係都係咁樣咯。係，都係咁樣咯。但係都冇懷疑，原來後面有人偷影咗，跟住又發放咗上網。我真係冇懷疑嘅。不過如果有，如果知道佢影我嘅話，可能會同佢講冇影我啦咁。係。真係。點樣認識㗎？你哋其實？我哋係 through 一啲活動咯，跟住就認識咗，咁 connect 咗，咁就。你欣賞佢啲咩？佢都幾細心嘅，都好識 take care 女仔嘅，都幾 sweet 嘅一個人啊。拍咗多半年咁，就情人節，想要情人節去邊度慶祝啊 ？Sorry， 情人節去邊度慶祝？哦，我情人節去咗做嘢，去咗搞我個 show。咁第一個情人節咪即係唔可以兩個人過咯？冇所謂啦，呢啲嘢好儀式嘅啫，只要開心，每一日都係情人節。咁你收情人節嘅第一份禮物係乜嘢啊？一枝花。一枝花，一枝。99枝定一枝？一枝，三枝，即係幾枝咯，即係幾枝咯。係，你見咗家長未啊？即係有冇見過佢媽咪？大家都有食過下飯咁樣 connect 下聚下咁樣。係，點樣溝通 OK 嘛？Auntie 話中意我唱歌，佢話支持我嘅嚟緊嘅呢一個 Poolside Show。係咪都幾開心啊？原來 Auntie 都有留意你啲音樂嘅。我相信 Auntie 都係一個好 nice 嘅人。嗯，係。咁咁啱，其實阿 Locka 好似嗰邊都有傳聞話佢又拍拖。恭喜佢。係，你唔知都冇再溝通同聯絡啊？嗯，都冇啦，即係大家冇一齊就冇乜點聯絡。咁你本身同阿媽熟唔熟㗎？我哋都有，我哋一齊做過嘢啦，都有傾過偈咁樣。係，咁對佢選擇，即係會唔會八卦下嗰啲唔會啦，我都唔係啲咁嘅人。咁你因為知你而家同男朋友啦，男朋友係即係化嘅水盤喎，咁你會有啲壓力啊？我都係筍盤嚟噶，我都係八億筍盤嚟噶。你個八億喺邊度？喺我嘅心裏邊。即係我嘅心底可能係值八億咁樣。咁你男朋友明唔明白你個工作啊嗰啲啊？明白明白。即係佢都支持你做幕前嘅。支持咁係我好 passionate 嘅嘢咁樣。咁會唔會話即係性格嗰啲想問下佢啊嗰啲啊？問我咯，即係問翻我自己。即係會唔會俾你拍啲kiss 啊，即係親熱嘅鏡頭嗰啲啲啊，或者唔想俾你拍啊？我覺得如果即係要有呢啲場面嘅話，都係一個工作需要啦。咁係咪而家即係承認咗就可以公開去拍拖啊？其實我不嬲都冇收收埋埋嘅，所以我都係會照平時咁樣咯，即係照一向嘅拍拖咁樣去拍拖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嚟緊搞呢個 show 咧？知喺你男朋友個場啊嘛。耶，係啊！佢係咪呢方面都俾咗好多 support 你啊？其實係有，咁佢俾呢個 idea， 因為佢自己都好多 idea， 即係共同興趣就係可能講好多唔同音樂藝術咁樣咯。咁佢俾咗呢個 idea， 我又覺得啊好好啊，咁我又 OK， 我又想啊，即係想搞自己一個 show， 想同我自己聽眾 connect 下 ，share 下咁 share 下 music 咁樣，所以就有呢個 show。咁嚟緊可以同男朋友拍住相噶咯，即係一個就做 production， 一個就唱歌咁樣。考慮一下，考慮一下呢個 option。Yeah. OK， 好。好耐冇見啦喎，係喺台灣拍嘢嘛？係。分享下有咩？係。係啦，好耐冇見，有少少緊張同埋有少少興奮。喺台灣11月開始就留到1月尾。咁就拍咗一套台灣嘅電影叫《大夢》啦，咁就係一套50年代嘅戲，咁又要學台語啦，同埋學一啲要廣東話好重嘅國語，因為其實我講國語本身係 OK 嘅，
讲国语是 OK 的。咁但係導演話係太標準，所以就一定要廣東話好重，即係謝哥拿哥啊，謝哥之謝問很多問題啊嗰啲咧，我唔答啊，要咁樣呢一種。呢個通勤啊，全做方面你都唔得啦。咁就變成啊個角色啊同所有嘢同我本身唔係話太相似。咁對於我嚟講都未試過拍戲係咁大壓力同埋做咁多功課。直情係寫咗一個關於呢個角色嘅字典，就係好怕啲口音唔對啊，唔夠 consistent 咯。咁聽聞咧就應該會喺下年年中上嘅。有冇參考下廣普天團 Era 嗰啲口音 ？To be honest 係真係有嘅，因為參考邊一個？個個都有，因為有上網有好多 compilation 啊。因為導演有講過話，其實佢在後生時期看戲、看港產片或者看不同的前輩演員啊，去台灣做訪問的時候，他要那一隻口音。他說為什麼你沒有？接著我就有 send 到 Era 那些給他看，他說是不是這些？他說是啊，類似這些啊。接著我就忍不住去學咯，就學識了這個謝哥拿哥啊，謝哥不好啊，這樣誰啟發到你最多四位廣普天王？我覺得是阿迪，應該是阿迪那種。你知本身阿迪又其實我都覺得我分不清他是真的不懂講啊，還是怎樣，因為他本身太厲害去扮不同的東西，那就學他咯。但好像造型上都有些犧牲，好像流蘇的流蘇就是犧牲這麼簡單的，這個沒有，就純粹是要因為當時五十年代的人他們的頭是推剪啊，即要剪到一岩一忽嘅，咁然後又要留須啦，要曬黑啦，跟住唔夠黑又要再搽黑啲手手腳腳咯。我真係又唔認得自己，然之後我因為自己去拍啦，咁然後經理人過嚟探班 ，Miko 過嚟探班嘅時候，佢望住我就話：你而家真係好似偷渡咗過去做民工咁樣，融入曬。我哋嗰陣去咗食姜母鴨，仲要食姜母鴨係又可以加蟹噶，孔選爭梅鴨，很好吃嘅。係啊，佢係有少少嘅海淡淡嘅蟹味，姜母鴨入邊係好好食嘅。咁然之後就望住我啦，喺度講嘢啦，我喺度夾住啲嘢食嘅時候。他就話：你而家真係好似偷渡過嚟做民工，喺度打唔同嘅嘢咁樣，打唔同嘅散工去做嘢。但經常完咗之後咧，林柏威個內數勁，好多人都跪求前傳嗰啲啦。咁你自己有冇即係導演有冇同佢商討過嘅？導演冇特別同我商討喎，但我有同佢講過咯，就係、是、如果拍續集嘅話咧，我就反台，只可以拍前傳，因為續集嘅話就冇咗我噶啦，除非就係、是。我哋除非就係好似《衝上雲霄二》咁樣，即係佢突然之間喺加拿大回流翻嚟，跟住之後依人望住轉身，阿哥，我就話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即係唔識講廣東話嘅人咁樣，佢可能叫 Budweiser Lamb 咁樣。呢個好難啊！講咗好耐噶啦，但我哋忍住咗冇喺大家面前講啊。跟住你都期待有呢件事發生。係啦 ，Budweiser Lamb 可能因為如果係續集嘅話咧，就要喺加拿大翻嚟。就好似胡杏兒有做過 Zoe 噶嘛，然之後第二集就係你唔識佢噶嘛，好似，但係冇可能唔識噶嘛咁樣，咁然後我就話一定要加拿大回流翻嚟嘅，唔知邊個咯，仲要係冇可能認得嘅。咁啊，講下你同 Mova 拍 MV 嗰度。我哋其實冇同場噶，最主要係因為呢個 Cola 呢個導演咧，就係、是、之前合作過好多次嘅，咁然後佢就話佢原本以為我喺台灣，就未翻嚟。知道我翻嚟之後咧，就問我喂有冇興趣去 casting 啊，去拍呢個啊？咁就去 casting 啦，去拍。然之後佢嗰、那個其實首歌好熱血，咁然之後又可以玩呢個 American football， 咁就試咗一日咯。點知拍完之後病咗，拍完之後即係本身我由年三十病到病咗好耐啦。咁拍攝嗰日咧 ，suppose 係接近尾聲好翻，點知嗰日又再病翻，跟住重新又再病多一次啦。想唔想組男團啊？你組男團？我哋有小嘢，小嘢系同公司，跟住之後我哋仲有 Rachel， 我哋可以組成 Blacklight 毒瘤，因為我哋專做一啲亂講嘢啊，講錯嘢啊，專出醜嘅一啲嘢。好啦，好。Thank you.
呢邊。好，揮揮手啦，嘉欣，唔該。你有啲忙。有咪得咯？阿彪呢边，阿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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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边。我在中间下面，唔该。嗱，下面呢度啊，唔该，视线啊。阿爸都笑埋个口，好靓仔啊！你真系黐线嘅你就系，睇下你转头先做。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ke View1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